建科机械是一家专业生产钢筋自动化加工设备和行业专业软件的创新型企业。旗下的轧机制造部专业生产各种冷轧、热轧钢筋生产线及辅助设备。LZ-GZBL12 数控冷轧带类钢筋生产线是建科机械结合钢筋国内外钢筋加工市场需要自主研发的创新型设备，所有关键零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完全按照 ISO 9001质量体系采购标准，并符合欧盟 CE 安全认证标准。可以轧制直径规格 5.5 毫米到 13.5 毫米的各种圆钢及高强度钢筋。轧制速度最高可达到每秒钟13米。采用了目前欧洲最先进、最成熟的控制系统和技术，并可与建科机械自主研发的 MES 钢筋加工配送管理系统完美结合。采用了进口 AC 变频器控制，轧制速度可做到无极调速。根据轧制规格的变化，可以方便调整轧制速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轧滚采用了高强度合金制成，使用寿命长，经久耐用。轧滚规格可以根据轧制的钢筋规格进行更换，操作简单，提高了工作效率。可轧制成符合 GB13788-2008 国家标准的各种光源钢筋及带类钢筋。该设备采用了全自动收线剪切机构，钢筋剪切及穿线均由设备自动完成，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采用了全自动双线盘收线机构，完全做到了收线及打包两不误，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时间，具有国内同行业其他产品所无法比拟的功能及实用性。采用了目前建科机械最先进的技术，拥有多项自主发明专利及知识产权，具有目前国内同行业设备无法比拟的功能和实用性。配有建科机械自主研发的钢筋专用吊具，使用方便快捷，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该设备采用伺服电机操控，工作准确无误，并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会产生一点油泥，对环境污染极小，符合当今日渐严格的环保要求。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近千台设备的销售业绩，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80% 以上，并远销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配有钢筋头尾对焊功能，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完成钢筋原料的更换。能为客户提供最好、最优质的钢筋加工解决方案。